埃及暴动、日本海啸、泰国遭大水，出国佚佗安全哪会这尔无保障？别担心，国人无论是出国旅游观光、游学还是洽商，请先到外交部网站做出国动态登录。这样不论是遇到不可预测的天灾，还是突发的动乱时，外交部都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国人，提供适时的协助。登了没？出国做登录，安心有保障。